我原以为上官姑娘只会做饭种花，想不到你还精通文墨。以后厨房的事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。待在厨房对你来说有些委屈。公子若是不喜欢鲫鱼，我可以换其他的。我确实不喜欢。我不喜欢鲫鱼，也不喜欢满院子花草。那公子为何还任你由我？初到绝宫，鲫鱼见利危险，我自是不便驳了你面子。你是我亲自指选的新娘，绝宫未来的夫人。但是，我希望你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远是非。什么都逃不过公子的眼睛。你说的没错，方才是不是去了愚公？云姐姐之前说要教我几个女工图案，我学了几样，正好想给公子看看，不必看喜了，欢。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你种了满院子杜鹃，却没种其他花草。你可知道杜鹃的花意？知道。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？因为杜鹃花的花意是，我永远属于你。哎呀，姑娘心思可真细，好浪漫呀！但愿绝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。宫二先生饱读诗书，自然能懂。一会儿再走，帮我再摸些墨。